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，有无量亿天龙鬼神，以极道倒立天宫。所谓四天王天、倒立天、须摩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现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、摩悉娑罗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一切天众、龙众、鬼神等众，悉来集会。前面十方无量诸佛、大菩萨众集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。然后这里呢，那也就是佛放了大光明之后，然后这个娑婆世界的，乃至他方国土的，天神、天龙、鬼神，多少啊？无量啊，无量亿，这个亿已经是很大了，个十百千万啊，十万百万千万亿啊，亿已经是很大了。他这里又加了一个无量亿，所以天、龙、鬼神只是总的，总的说极道倒立天，然后下面这些都属于哪里的呢？属于四天王天的、倒立天的、须阎摩天的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个就是欲界六天。天分很多种的，总的分欲界天、色界天和无色界天。这个六层天就属于欲界天。那我们在座的做人来说，一般上一个一个天也不知道。离我们最近的天就是这个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又叫地居天，像那些树神呐，都属于地居天的天子。包括像那个我们家里住的那像城隍啊、土地啊、地基主啊，它都属于地居天的子民。这是离我们人最近了，所以说我们这个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呢，不是肉眼看得到才真实存在，也不是肉眼看不到它就不存在。它虽然你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。我们寺庙里一进来，你看那个四大天王，大家都看到吹胡子瞪眼的，这真的是存在。我以前就做梦就梦到过他们的，哇，顶天立地的，走起路来天地动山摇，四天王，就在我们决定要闭关的那天，我跟师父我们在乘凉啊聊天呢、我们说我们闭关好不好？师父说好啊，然后呢当家来说好啊，好，那就开始答应了。答应回去，我当天晚上就做梦梦到这个。第二天我跟师父说，我说师父啊，我说奇怪呢，我梦到什么四大天王会走路嘞，然后还看到有一个有一个天神从天上哇砰一下站到地下来了，从天上飞过来咚站到地上，哇，也是很大的，我还没看清楚呢，忽然变成一条龙飞起来了，我是稀里糊涂就骑到这条龙上，它是上下翻腾穿云破雾啊，我吓坏了，我说别掉下去，掉下去摔死了，是吧？两个手扒着他那个龙角啊，龙犄角扳着，看着前面一颗龙珠啊，亮亮的，在这个云雾里面哇，发着光。然后那个龙带着我就在那，我做了这个梦。第二天我汇报师父去了，师父说好啊好啊，说明闭关有好处的呀。四天王就现前了嘛。四天王天，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呢50年。倒立天就是佛陀说法的33天，他的一年一天我们100年呢，他的寿命呢
寿命是1000岁，他们天上的寿命是1000岁，啊，那个4天王天的寿命呢是500岁，但是他因为他一天是我们人间就50年嘛，所以也还是不少，蛮多年头的。那你想想看，那佛陀你看来到我们人间只有100岁啊，那这些在这个天里面，你看最低的一个天好了，哦，他就有500岁啊。那一天就是我们人间50年呢，啊，有时候这样想想，哎呀，这些天王寿命还是蛮长的，但是不比你不知道啊。整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是很可怜的，不管是这个欲界天啊，你到那个到他化自在天好了，他我们人间1600年，他才一天，你看。哎，你说我们这个人间的寿命多短？哎，你像那个他化自在天啊，他们的寿命是10000，他们的天上的寿命是16000岁，16000岁。啊，他化自在天，啊，这总共这个是从啊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忉利天啊，这个啊夜摩天啊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6层天都称为欲界。啊，这个欲界呢，都是有男女的，都有男女的，啊，只不过呢，男女的呢就，这不一样了，啊，你比如说，这个，那到上面比较高一点的天，那就有可能两个人，男的女的两个人这样看一下，啊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看一下就生个小孩了，哎，这就你看。有的天呢，男的女的两个人握一下手，就生一个小孩了。有的天呢，男的女的只要拥抱一下就生个小孩了。哎，所以他这个每一层天虽然都有男女，但是男女他们生小孩还都不一样。哎，有的天生小孩还不是一定，还不是女的生小孩，有的天生小孩是男的生小孩。他，你像我们佛陀来到人间是从肋下出生的，天上的人男的生小孩生从哪里生的？头顶上生的。这每一层天的很多故事的啊，这个讲经说法就是这样的。我讲一层天我可以讲一个月，因为这个天里面太多事情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多故事的，但是就是也可以，我们比如一天就把地藏经讲掉也可以的，啊，一堂课就讲掉也可以的，啊。你这个六欲天，那下面呢就是上面就是欲天之上就是色界天。色界呢总共是凡众天、凡夫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、扫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浮生天、浮爱天、光果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。这总共。初禅3天，二禅3天，三禅3天，四禅9天，也就是18层天。色界啊，总共色界天总共有18层天，啊，这个色界天里面，啊，就是禅定的，禅定是生在这个色界天的，所以这个每一层天的寿命又是，啊，都是翻番的，哎。你像最后这个色究竟天，色究竟天，它寿命是多长？是16000大劫，16000大劫。那后面摩诃娑罗天，摩诃娑罗天叫大自在天，非想非非想诸天是就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的这个寿命多少？80000大劫，那你就可以知道，那释迦牟尼佛啊来到人间示现成佛的寿命多短。那也可以知道，以后就是弥勒菩萨来80000岁，也是寿命很短很短的。那才知道，所有娑婆世界都是浊世，都是无浊恶世。所有娑婆世界都是无浊恶世。
所以才知道十方诸佛净土那个佛寿命那么那么长，那么那么长，他们的寿命至少比这个色究竟天八万大劫寿命要长得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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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你对比就可以知道，你才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是多么的多么的差劲，那我们这人就更差劲了。我们那个五十年哦，四天王天才是一天，但是四天王的寿命也只有500岁啊，也不长的。道立天啊就1000岁，夜摩天就2000岁，都在天才4000岁。但是他这个要你要把它换算成人间的年的话，就是蛮多的了啊。那个劫又是什么一个概念呢？劫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，沉住坏空为一大劫。每一个沉又是分一个终结，就四个终结为一个大劫。每一个终结里又有20个小劫。啊，我们这个你看学地藏经，我们学一学这个宇宙的观念啊，我们这个世界的，你这个你说这大学里没有的，人间所有到哪个大学都学不到这些的，这不是人间的那个凡人所知道的这些。那就好在现在科学家也可以算到太阳系地球存在大致多少年啊，那现在我们说地球大致存在50亿年，那正好你看，那用我们佛法两个可以靠拢来的，也就是说地球沉住坏空沉啊20小节，住20小节，我们现在就属于住地球住的时候，哎，一个小节又是多长时间呢？哎，一个小节是16798万年。啊，也就1亿，就等于是1亿6798万年，就一个小节，所以有时候我算算，还真的差不多，哎，就是一个小节的时间。那我们现在简洁嘛，简洁100年，人的寿命减少1岁，100年减少1岁，所以佛陀的我们这个教法说这个末法1000多年了嘛。一直要减到人寿命的10岁的时候，哎，那时候就进入那佛法，就是你就是佛法，你再坚固好了啊，你把佛就塑成铜的，哎，这个再坚固的，那个时候他都能把你破坏掉。你什么佛法，你再那个你刻的再好，他都没人读得懂的。哎，那个时候就是佛法彻底就灭掉了。佛法虽然灭掉，不代表没有佛，佛还是在啊。那所以为什么这个佛说啊，你就护住地藏菩萨，从我灭度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世，你都要在，你要救度他们。那说明地藏菩萨代表谁啊？就代表释迦牟尼佛的心啊。他人虽然他显现化身佛灭度了，但是佛的心有没有离开过我们？没有啊。乃至人寿10岁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哎，所以当这个人寿10岁啊，然后三啊刀兵劫啊，这个烽火劫都出来了之后，人就剩一点点，就像大熊猫一样的，没几个。然后慢慢慢慢，大家开始反省、忏悔，开始修道德了，结恶修、修十善了，慢慢慢慢寿命又一增加，100年增加1岁，增加1岁，那个就叫真劫，我们现在叫。劫浊为什么叫劫浊呢？我们叫简洁，哎，所以弥勒菩萨来成佛的时候是在真劫之中，是人的寿命越来越增加，道德越来越好。我们现在属于人的道德越来越差，滑坡的时代，寿命越来越少，福报越来越少，哎，大地里的精华也越来越少，啊，物质条件越来越差，精神环境也越来越差。这个就这一个学问都够研究研究的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研究研究啊。然后飞翔飞飞翔出天，它的寿命是8万大劫，一直从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
所有天众，一切天众，龙众、神啊、鬼神等众悉来集会。所以，像他们还能够到倒立天去啊，包括四天王，你看还能到去倒立天，像我们看那个孙悟空啊，大闹天宫一样啊，四天王，你看还能跟玉皇大帝在一起啊，来降服。降服这个来跟那个孙悟空打仗，啊，那这些天神啊，龙众、鬼神啊，这个龙啊，它是有神通的啊，还有鬼神，有一些鬼神，为什么鬼神能去呢？鬼神这个鬼讲到这个鬼了，那个人总比鬼级别高吧？但是这里面这个鬼，它有的是菩萨化现的。哎，就好像我们人一样，那你说，那我们人，那人为什么上不去？那人也有上得去的，啊，佛陀升天为母说法的时候，天下也有人上去的，啊，目犍连呐，这些大罗汉也有上去的，哎，那不，那没能力的就没能力的上不去，啊，那现在我们的人生，他根本不相信，哪里还有天，还有几层天，啊，他没有办法去那个。所以这些悉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，即娑婆世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树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泽神、苗家神、昼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饮食神、草木神、如是等神，皆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，即娑婆世界。诸大鬼王，所谓恶目鬼王、胆血鬼王、胆精气鬼王、胆胎卵鬼王、行病鬼王、摄毒鬼王、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爱敬鬼王、如是等鬼王，皆来集会。尔时，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、菩萨摩诃萨。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，此世界、他世界、此国土、他国土，如是今来集会，道道立天者，汝知数否？啊，这里你看就问他，啊，说这个经典要讲的时候这么多众，首先是诸佛菩萨。然后再到天龙鬼神，啊，此世界、他世界，为什么此世界、他世界呢？啊，从现象上来说有此世界、他世界，从佛性的角度上说有没有此世界、他世界？哎，它就没有的。所以从佛的这个状态来说，都是集在一起的。那从世间法的角度，它有此有他。那佛既然讲的是佛法，那就慈和他就连成一片了。释迦牟尼佛就问文殊菩萨：“哎，文殊菩萨，在这个会当中啊，一切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啊！啊啊！”下面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以我神力，千劫测度，不能得之。”佛告文殊师利。吾以佛眼观故，犹不尽数。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，已度当度未度，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。这个数量多到什么程度啊？文殊菩萨说：“我千劫测度啊，劫又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了，时间单位了，劫。”有多长的时劫呢？千劫测度，啊，一这个那文殊菩萨，啊，他的这个神力，他的天眼，啊，在这个法会当中无人能比的，啊，无人能比的。他说：“我这个千劫测度不能得知。”那下面更厉害了，佛告文殊师利言：“
说不要说你的神力了，以我佛眼的观故，犹不尽数啊！哎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很奥妙的啊，这个是非常奥妙的。这一所有的这些，啊，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，一度当度，未度。这个久远劫来就是说，很早很早开始了。啊，那些佛啊、菩萨，就是地藏菩萨已经度成就的，成佛了、成菩萨了。啊，那些天神呐、龙神呐、六道轮回的，此方世界、他方世界的，这都是，这些众生都是，哎，正在度的，和以后将要度的，哎。被地藏菩萨教化的，已经成就的，和现在正在成就的，和以后被度化，未来将会成就的，请问这些数字里面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没有包括在里面？有没有？我们的历代父母有没有包括在里面？我们的子子孙孙有没有包括在里面？哎，都包括在这里面了。那你说都包括在这里面？那我们还要来听经闻法干嘛？我们明白之后，我们主动的配合，一个主动配合和不主动配合，那差很远的。哎，我穿个鞋子好了，穿鞋子你我配合的，它就很好，就穿上了。你要不配合的，你穿个鞋子半个小时穿不上，啊，是不是这个？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配合的话，那我们历代祖先、立身父母累积冤亲债主，那首先跟我缘分就很好嘛。然后我带着他们再进入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，诸佛菩萨的教化。所以这个就是，那我们今天听经闻法了解这个了。如果了解了，那也就是说，虽然从原本上来说，都具有本觉的清净本然净心地，但是听经闻法之后，我们就进入始觉。虽然有本觉，但是没有善知识，没有佛法来开显的话，我们这个就冤枉的轮回啊！再轮回多少时间也没用啊！阿弥陀佛，成佛十劫了，我们还在轮回啊！轮回多少劫了？不知道啊，轮回无量无边劫了。所以越早听佛法，越早修行，就越早结束这个轮回，啊，始觉，最后达到究竟觉。我们现在也有点像在忉利天宫一样，对不对？都是多少个亿，20多个亿打造的。今天我就到分会上去看过他们去了，也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同步的嘛，摄像机的视频信号、音频信号都连过去的，现在全部同步的。只不过就是比如说你们这里鼓掌，我听得到啊，那分会上鼓掌我听不到。就是这么一个，其他都还好。那我心看得到，虽然这数那么多众生数不过来，数分会场的几个，应该还是可以数得过来，对不对？不仅仅我心关注那边，我们的历代祖先、立身父母、累劫冤亲债主、有缘众生啊，我们心都是觉得把它罩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学地藏菩萨啊。地藏菩萨是谁？就是一切诸佛之大愿，一切诸佛之大愿，所以
所有的佛都是从法身佛里分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化身佛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所以一旦成佛之后，我们以后一成佛也是归入到同诸佛菩萨同一体性，所以就同体。同体不仅跟佛菩萨同体，跟众生也同体，所以才要度众生，啊，所以众生度尽方成菩提。虽然他没有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但是他早已经知道了这个道原理了，众生同体的原理。好，下面啊，佛陀这个无以佛眼观故，犹不尽数，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，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过去久修善根，正无碍智，闻佛所言，即当信受。小果身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，虽闻如来诚实之语，必怀疑惑，舍食顶受，未免心谤。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，立何愿，而能成就不思议事。文殊菩萨说啊，我这个久修善根，早就得到了无碍的智慧，所以听到佛所讲的全部都能够能信能受啊，啊，而且是信完全的接受的，一点怀疑都没有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他说小果声闻天龙八部，小果声闻这声闻缘觉已经出三界了，但是因为他证得的是偏空的智慧，他只证得人无我啊，人无我的智慧，他其实还是有，虽然出了三界，其实作为圣人来说他还是有烦恼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断了这个叫分段的生死已经破了，但是他的变异生死他还是在的啊，所以他这个烦恼还是有的啊。因为这种境界呢还不高啊，所以他就入的是人无我的定啊，出的这个三界，虽然他也得清净，因为人无我们他会清净，不造诸恶业了啊，不造诸恶业的。所以小乘的戒律是不造恶，断一切恶啊，断恶，断私货见货私货啊，因为私货见私货见货见货私货也是一种错误。你比如说啊，我现在认为这个房子就是房子，其实这也是一种罪啊，因为这是什么？那这是邪见，你没看到真理。那其实这个房子没有，这才是真智慧。如果你看不到这些，你看到五蕴，你看到五蕴皆空才是对的。如果你看到五蕴就当它是实有的，其实这也是一种邪见啊，这个就是没智慧嘛。所以像声闻小果阿罗汉他们已经断了这些，粗的恶断了，细的恶也断了，甚至见惑思惑都断了，他才能出三界啊。但是因为他境界还不是很高啊，在圣人里面他还是属于好像还像小孩一样的啊，刚刚升到圣贤的这个世界去，像一个小孩一样的啊。还有这个世间的天神呐、龙神呐、八部鬼神呐、还有未来世的所有众生呐，虽然能听到佛的语言，但是啊，因为自己不能理解，所以必怀疑惑。声闻小果的人，他们就像我们《妙法莲华经》里的舍利佛都说嘛，他说我从小就跟着你啊，跟了几十年，所以听你今天这样讲，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啊，否则的话，我还以为是魔在说呢，哎，所以说，因为就是他自己境界的关系啊。啊，不管是小果声闻也好，还是天神啊、龙神、八部鬼神、未来世的众生，听到佛陀的这真实语言啊，这个真相，就这个人生世界的真相，但是我们很难去相信的啊，会有疑惑的。假使顶受，
未免兴邦啊，就是我们要是就是我们来学习，来就是那个的时候，这个心里面还是会有就还是会有夹杂的。所以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因地作何行，立何愿，而能成就不思议事。就像一切众生皆是他已度、当度、后度的，已成就、当成就、未成就的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这地藏菩萨的这种大愿，其实也是代表一切诸佛圣贤的愿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呢？这么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都是他要利益的对象。哎，那我们现在，那我们现在怎么？我们现在，我们自己都利益自己都很难呢。上有老下有小的就很辛苦了。哎，那这些而能成就不思议事，那地藏菩萨的这样子的大愿大行，哎，他是那他以他他是怎么样子？他的因地是怎么样来的呢？现在就佛陀讲的是果嘛，那因是什么样的因才能会得到这样的果呢？所以下面就佛告文殊师利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、丛林、稻麻、竹苇，三十微尘，一物一树，作一恒河。一恒河沙，一沙一芥，一芥之内，一尘之一劫，一劫之内，所积尘数，尽充为劫。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，千倍多于上谕。哇，这个好，就到这里。哎，这我已经够绕脑子的了你看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丛林，稻麻竹苇，三十微尘，一物一树，请问这个还能够知道，能数得过来吗？这个就很难数得过来了。一物一树，所有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物都算一个树木的话，哎，做一恒河，一个树又做一恒河，一恒河又算一恒河沙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个世界多少草木啊？每一个就算一个，就算一个数字，然后这一个算一恒河，然后这一个再由一恒河沙，一恒河沙里面再一沙一芥，一芥是什么意思啊？又一个沙，又一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样子一个三千大千世内之内。又是一层一节，这个就是说，从世界的广大、无边无际的世界的广大，然后里面又是什么？最就从这个广大的世界到一层一节，这个概念转换了啊。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稻麻竹苇，一沙一石，每一个都算一个单位的话，一物一树的话，这样每一个树都变成一个恒河，一个恒河。有一个恒河沙那么多数字，一个沙里面再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然后在一个界里面之内又一层劫，一个那你说多少三千大千世界？多少三千大千世界都算不过来的。然后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一层一劫，劫是时间概念，三千大千是空间概念，无边无际的，然后这个一层一劫那。就是这么广大的这个空间概念，每一层都变成一节的话，一节之内所积层数，尽充为节。佛在讲这个的时候，那你看，哎，我们的脑子要展开来，要想象，想到你那个机器都想不动为止。这就打开，你说啊，量大幅大，你那个心量怎么大吧？哎，脑子要那个。哎，所以我这个也是啊，我这要讲这个经了，我也是，那就要把自己的这个东西都要丢掉嘛，自己不丢掉，你就会障碍住。哎，你佛，你像为什么有的人一捧佛经就睡觉？就是因为他自己里面的这个业啊，他障的，他跟佛的这个不能够沟通，通不了，
佛是佛，佛讲的这个智慧对他根本没反应，就像水洒在石头上一样，啊！就我们读这个经，你能够这样去跟着这个经去思维啊，这也是开智慧的，净充为洁，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，千倍多于上谕啊。也就是说，他就是做十地菩萨。十地菩萨的时间有多长？哎，做十地菩萨以来的，也已经是无量光、无量寿了，对不对？那实际上，地藏菩萨是不是无量光、无量寿啊？那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的。哎，就地藏菩萨跟十方诸佛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模一样的。哎。无量无边的佛菩萨，请问他们是不是都是地藏的体性啊？哎，都是地藏的体性，都连为一体的。这个地藏，所以为什么在十方世界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都现身呢？哎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十地果位以来，这个十地是很高的嘞。十地是法云地呀，菩萨从出生性，生性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，这个心是宝藏，这个心是成佛的因，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相信，我相信我有成佛的因，我有心，我这个心啊不是第六意识分别，我这个心啊是本然净心地，我有，你相信了，相信如实增长，性有十位啊，十位叫十性位。啊，然后按照这个心回归你的心，回光返照去行，行又有实性、实行位，啊，然后在这个实住啊、实住位，住于这个本然的净心地，啊，住又实住位，住然后又回向，我是这样，众生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所有行的一切功德都回向众生的这个，让他们的这个都苏醒。本然净心的属性叫十回向，十回向之后，这个功德具足了，然后这就住十地，就分十个阶层：初地欢喜地，二地离垢地，三地放光地，四地颜慧地，五地难胜地，六地现前地，七地远行地，八地不退转，九地是善慧地。十地是法云地，然后十一就是等觉啊，像现在弥勒菩萨就属于等觉，十二是妙觉，就十三呢，还有没有十三？哎，十三就是事业，诸佛的事业，广大无边的愿力啊，所以我们地藏经总共十三品，其实有这个内涵的，有这个内意是在里面。所以千倍多于上谕，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，文殊师利，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菩萨名字，或赞叹、或瞻礼、或称名、或供养，乃至彩画、客旅、塑漆形象。世人当得百返生于33天，永不堕恶道。地藏菩萨十地果位以来，都是无量无边劫了，更何况他过去还在声闻辟支佛啊，这些啊，所以文殊师利，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啊！若未来世啊，就指我们所有的。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啊，能听到是菩萨名字，啊，听到名字还简单一点哦，听到名字，或赞叹，你要想赞叹那就不容易了，你要赞叹，你了解他，你才能赞叹他，对不对？知道名字很简单的。啊，我们说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你说我知道了啊，名字我听说了，
但你要想赞叹他容易不容易？赞叹不容易，你不了解你怎么赞叹？他是什么境界？赞叹是不容易的，或瞻礼，要看到他，要看到他容易不容易？看到他更不容易。或称名，一开始是听到，我听到他的名字，听到他的名字，然后你要知道他的意思啊，你才能赞叹呢。知道意思，进而你能够心里悟道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领悟到了，你就等于瞻礼到了，瞻是你看到了，我们说见到见了，见了。礼呢，就是我皈依，我向您顶礼，他或称名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喊出来的，不单是别人喊给你那么大愿地主，你这个时候可以称名。地藏王菩萨，但这个时候你称名的地藏王菩萨和别人念的地藏菩萨，你耳朵听到的一样不一样？这是不一样的。你听到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你很简单的。这里竖了一个99米地藏菩萨，你很简单的。但是你真正的你要出口来赞叹，那你要这个要下很多功夫的，你才能出口赞叹。你否则你赞叹什么呢？地藏菩萨什么德呢？那然后你真正的要瞻礼到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不是说我这边你看就看到了，这只是表法啊。那真正的地藏菩萨在哪？那所以不相信的说，这个木头的嘛，我拿去把他的斧头劈了，你看我劈给你看。那说对啊，地藏菩萨在哪？这就是个木头。那到底他是地藏王菩萨吗？因为这个形象，你还要去思考，还要去钻研呢。你就拿到经典，也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你才能真正读到了这个《地藏本愿经》啊。这不是捧到这个经，你嘴里读了就是的了。要研究的，到赞叹，到瞻礼，到时候我也能称名了。这个时候称名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经过这个时候再来称名的时候，那不得了，你那个嘴里就有光，就有光了，就有光了。这是或供养。供养是什么？供养就是你跟地藏菩萨就成为你本尊一样了。这个时候乃至彩画、客旅、塑漆、形象，这时候讲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讲的就像，就你这个时候明白了之后，你真的明白之后，你不管是画啊，是刻啊，还是雕啊，还是塑啊，还是形象啊，还是写的啊，这次我发给大家的“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”，请问那个是不是地藏菩萨？那也是啊，虽然是字写出来，那也是啊。那别人用这个丹彩那个画出来，那也是。但是这个里面的含义，它是有含义的。你有没有看到含义？那就是个字嘛，那就是个字。你说什么是地藏菩萨？所以。能够，就是这个时候能够把这个，不管是彩画还是雕刻还是怎么样，都能够把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话，世人当得百返生于33天。就这个人的福，就是你开始沾到地藏菩萨的这个光了。也就是说，地藏菩萨来的时候，宝云、宝雨、花雨，种种的，但是。你不知道的人还是如盲如聋如哑，看不到的。那对菩萨可以看到，一般人看不到。那这里面也是，如果你能看到的你能够对地藏菩萨能够有那个的，那你这样的人就会这个福不得了啊！这福是百返生于33天，永不堕恶道。一个能通达地藏菩萨的人，也就是诸佛的心地宝藏，然后你的心里也已经了达了。这样的人会堕三恶道吗？这样的人会堕三恶道吗？那不会的。不但不会的，你想到谁谁解脱。除了你有这个福，百返生于33天，永不堕恶道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也成为众生的医护啊。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
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，身为大长者子，时事有佛，号曰师子奋训，具足万恨如来。时长者子见佛相好，千福庄严，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。时师子奉训，具足万恨如来，告长者子：欲证此身，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文殊师利，时长者子因发愿言：我今尽未来际，不可计劫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，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这就是讲本愿啊，这个从这个第一个啊介绍，从久远劫，久远劫有多远呢？不可说不可说劫啊。在这之前有一位大长者子，大长者子啊，当时有一位佛啊，时世有佛，当时有一位佛出现世间，号师子奋训，具足万恨如来。就这位长者子呢，见到这位佛这么样子，32相80种好，哎，乃至放一笑一下，一刀都能够好，这个就光明遍满。不要说是佛的寿命了，相就是佛的一个相都是无边无际的。千福庄严这么圆满，所以就升起这个好乐之心啊，好药之心啊，问来请示啊，向佛陀来请教，能够作何行愿，才能得到这个这么好的圆满的相貌呢？时师子奋训，具足万恨如来，告诉他：要想证得此身呢，当须久远劫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这里第一尊讲本愿的时候，第一尊佛这里提到的佛的名字叫什么？师子奋训，具足万恨如来。这个都是有含义的。佛啊，佛是。佛号是彰显他的德的，那师子奋训是什么德呢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，我前面也提到，有见悟，有顿悟，这个师子奋训代表顿，不立阶次，顿悟的，师子奋训啊，代表顿悟。所以我们佛教叫理须顿悟，事须渐修，因次第进。理，我们为什么三宝要住在世间？为什么我们佛法里面说要一直善知识？善知识就是发明心地的人。你一旦发明心地了，我们本然的净心地是不需要你修的，知道吗？它是本觉，不需要修的，但是需要别人来，来一个大因缘，所以善知识是大因缘，让你觉悟到那个本然的净心地，这叫始觉。这个始觉是一种有为法，叫无情来下种，有情果还生。本来我们的本然净心地它是无为的，但是要让你明白这个本然净心地，那善知识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种种方便啊。你说我们每个人哪一个人佛性不是具足的？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到这个五浊恶世费这么大力来度我们呢？释迦牟尼佛来发了多大的愿，修了多少的福德啊，他来啊，
要救我们啊！哎，地藏菩萨也是啊，久远劫来啊，这个积累的资粮，好像多。这个，所以在这里面啊，师子奋训啊，代表要明白理啊，发明心地，然后呢，具足万恨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哎，是要兼修啊，就是要不可舍的。啊，佛法说智慧要高，要觉悟，不觉悟，你这佛弟子，你这个佛弟子，你跟世间人没有什么多大区别。别人说啊，那有的人说啊，那佛教就说我们教我们做好事啊，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你做好事是不究竟的，做做做就会退心了。嗯，所以智慧升起来，然后还要在这样智慧的指导下去，啊，众善奉行。所以这尊佛的佛号“师子奉训，具足万恨”，其实是一个总的，是一个修行者从始至终的。啊，这个佛号就代表了地藏菩萨以后所有的。啊，他亲近了这尊佛之后，发了菩提心，啊，发了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我们的，即是我们的本然的净心地。啊，以他成佛，所以说，啊，这个菩提心，啊，称为有分好几个、好几个阶段的啊。从初发心的时候，啊，称为这个又有这个啊世俗地的缘起，发了菩提心，然后愿菩提、行菩提，哎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。啊，地藏菩萨就是最初在这尊佛面前，他发了菩提心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佛的这所有的这个啊具足万恨呢，他也发这样的愿，所以这位佛也跟他说，这个相就是，啊，欲证此生，当于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，哎，所以这个啊，地藏菩萨他就。在这尊佛面前发这样的愿，说我尽未来际不可计劫，唯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这个里面就是说，地藏菩萨看到了佛陀这样子圆满的生命，啊，他也愿意跟着啊这样子学，啊。那要想成佛的话，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这个我们都会有疑惑的啊，因为我学佛多少年来，我也有疑惑的。哎，像读到普贤菩萨恨愿品的时候，哎，我常常就在想，这么奇怪，地藏那个就普贤菩萨为什么说啊，这个众生业尽，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，为什么这样说？请问佛的体性大还是虚空大？虚空尽了，请问佛的体性会不会尽？佛的性就不尽的，所以叫无尽藏。诸佛体性就是无尽藏，我们每个人的净心地都是无尽藏。所以悟要从这里悟，这个悟的时候，你一悟则悟，哎，不悟的话叫，哎，不悟就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这个要明白啊，要悟，就是师子奋训，哎，顿然明了。啊，我们说时节因缘成熟啊，顿然明了。哎，平时所有你不管是闻、听闻，啊，你自己读诵啊、供养种种一切，都是围绕着善知识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讲啊，所以你念十方诸佛、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亲近善知识，啊，意念自己的善知识，比意念十方诸佛的功德还大，就是说。你要，它要体现，通过这样一个媒体去体现，哎，所以善知识是我们修行当中的大因缘，啊，不可少这个大因缘，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在华严经里面呢，善财童子也是啊，你看善财童子善根那么大呢，但是也要有文殊菩萨给他发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什么？就是本然净心地。哎，就是那个净心地，
有了这个，那反过来说，那你有了这个，你有了这个佛跟佛一样的这种心，那你不想成佛，你想做众生啊？这就叫习气业障嘛。那这个习气业障要不要把它除掉？要除的，这叫因次第进。啊，业习是要慢慢除的，虽然你的成佛的本钱当下就有，啊，所以天台宗立说啊，明智即佛，理即佛，啊，修正即佛，啊，分正即佛，啊，那一直到最后究竟即佛，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从理上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佛性都有的，当我们哪一天真正的明白了这个，啊，这个也是，哎。像一只叫狮子奋训一样，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座的每一位，哪一天我们都能够狮子奋训。起手本然尽心底，无尽佛藏的自尊。三世如。